今天去山里挖冬笋，在这里发现了一窝野生的蜜蜂，我们现在把它搞开来，看看里面有没有蜂蜜。不对，你全部是头。哇，这个头。慢点。哇，看到了吧？哎，底下有头。哎，哎，点点这里还有头，没事。里面全部是藤，有六个蜂巢，看到没有？看，这里都是蜂蜜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他手机在我这里。哇，这是纯蜂蜜。回给你哈。看。啊，他要稍微等一会儿哈。嗯嗯嗯。先拿这一块。要撕。哇，两块两块。哎呀，这两块。哇。哇，这个全是蜜！哇哇，好多！哇塞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点！哇，这一块！哇，全部！下来，先吃一点。哇，这个特别漂亮。嗯，特别甜。哇，这一块太激动了，我都哎呀，哇，那得搞点吃，哇，啊，我吃点，我吃点。现在割了两块下来，里面好像还有四块，还要再割两块，其他的就留在这里。好了，哇，你看这块里面都是糖，哇，冷吸吸不吸？不要。嗯，太甜了。